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湖北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马上开始。世界军人运动会每四年一届，是世界性的最高级别的综合性军人体育盛会，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军人运动会。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武汉的夜景，1995年首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24年来，世界军人运动会已经在意大利、克罗地亚、印度、巴西、韩国等5个国家举办了6届，本届运动会是第7届。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上，除了田径、游泳等常规体育项目之外，还有军事五项、海军五项、空军五项等军运会特有的军事体育项目。本届运动会的主题是共享友谊，同祝和平。来自109个国家军事体育代表团的9308名成员汇聚在武汉，将参加27个大项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的举办场地武汉体育中心体育场。现场座无虚席，数万名观众将和参赛运动员代表一起迎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到来。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开幕式马上开始，让我们共同等待。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让我们隆重有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进入会场。
Please be seated. 请坐。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athletes of the 7th C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运动员入场。马上开始的是代表团入场式环节。按照国际军体理事会的惯例，所有的代表团将会依照代表团名称的法语字母顺序入场。东道主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将在最后一个入场。体育场内形成了一幅陕北剪纸风格的和平鸽图案，跑道变成了奥运五环的颜色。阿尔巴尼亚。首先入场的是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由九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道、田径、摔跤等三个项目的比赛。Algeria。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旗手是拳击运动员阿卜杜勒利。本届运动会，他们派出58名运动员参赛，参加军事五项、田径、摔跤等7个项目的比赛。Germany。德国。德国代表团，旗手是篮球运动员高尔克。374名运动员参加射箭、足球、军事五项、海军五项、跳伞等21个项目的比赛。
安哥拉代表团两名运动员参赛，全部参加柔道项目的比赛。Saudi Arabia， 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代表团，旗手是拉伊德·阿卜杜勒。他们将派出48名运动员参加自行车、射击、乒乓球、跆拳道、田径等5个项目的比赛。阿根廷代表团两名运动员参赛，分别参加马术和击剑项目的比赛。Armenia， 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代表团，本届军运会他们共派出17名运动员，将参加柔道、定向越野、摔跤、体操等4个项目的比赛。Austria， 奥地利。奥地利代表团，旗手是射击运动员帕夫里斯。39名运动员将参加自行车、军事5项、现代5项、跳伞、定向越野等7个项目的角逐。Azerbaijan， 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代表团，旗手是摔跤运动员哈桑。29名运动员将参加拳击、柔道、射击、摔跤等4个项目的比赛。Bahrain， 巴林。巴林代表团98名运动员参加射箭、军事5项、跳伞、射击、田径等10个项目的比赛。Barbados， 巴巴多斯。巴巴多斯代表团，本届比赛他们将有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分别参加拳击和田径项目的比赛。Belarus，白俄罗斯代表团，旗手是马丁诺夫。96名运动员参赛，将参加军事5项、跳伞、射击、田径、铁人3项等12个项目的比赛。Belgium，比利时。比利时代表团，旗手是跳伞运动员格劳威尔斯。51名运动员参加羽毛球、定向越野、跳伞、射击、田径等9个项目的比赛。Bosnia and Herzegovina，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代表团，旗手是马拉松运动员扎伊姆。11名运动员将参加羽毛球、柔道、射击、跆拳道、田径等5个项目的比赛。博茨瓦纳。博茨瓦纳代表团，旗手是田径运动员奎罗纳。15名运动员参加拳击、乒乓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巴西代表团，旗手是残疾人田径运动员奥托尼罗萨。巴西是传统军事体育强国，在2011年，巴西曾举办了第5届军运会。本届军运会，巴西代表团派出344名运动员，将参加乒乓球、羽毛球以外所有项目的比赛。保加利亚代表团，旗手是拳击运动员斯塔尼米拉。23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参加拳击、柔道、定向越野、摔跤、网球等8个项目的比赛。布基纳法索。布基纳法索代表团，3名运动员全部参加柔道项目的比赛。Cameroon，喀麦隆。喀麦隆代表团，
55名运动员参加拳击、足球、柔道、跆拳道、田径等6个项目的比赛。Canada， 加拿大。加拿大代表团旗手是铁人三项运动员昆兰。本届军运会，他们派出114名运动员参加篮球、击剑、足球、高尔夫、铁人三项等9个项目的角逐。Cape Verde， 佛得角。佛得角代表团，旗手是跆拳道运动员皮拉瓦斯。4名运动员将参加拳击、田径项目的比赛。Chile， 智利。智利代表团37名运动员将参加马术、柔道、军事5项、定向越野、跳伞等7个项目的比赛。Cyprus， 塞浦路斯。塞浦路斯代表团8名运动员参加射击、游泳、跆拳道、田径等4个项目的比赛。哥伦比亚。哥伦比亚代表团33名运动员将参加军事5项、射击、田径、击剑、跆拳道等6个项目的比赛。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代表团18名运动员参加篮球、拳击、田径等3个项目的比赛。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团30名运动员将参加拳击、射击、跆拳道、田径等4个项目的比赛。韩国代表团，韩国是上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东道主。本届运动会，他们派出175名运动员的参赛阵容，将参加跳伞、游泳、乒乓球、铁人三项等18个项目的比赛。Croatia， 克罗地亚。克罗地亚代表团旗手是马拉松运动员盖伦齐尔。2003年，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举办了第二届军运会。本届军运会，克罗地亚代表团有11名运动员参赛，将参加射击、田径等项目比赛。丹麦。丹麦代表团61名运动员将参加空军5项、海军5项、射击等10个项目的角逐。吉布提。吉布提。吉布提代表团3名运动员全部参加田径比赛。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多米尼加代表团，他们共派出42名运动员参加高尔夫、柔道、跆拳道、田径、铁人三项等6个项目的比赛。Egypt， 埃及。埃及代表团旗手是达尔维什，86名运动员将参与拳击、足球、现代5项、田径、摔跤等8个项目角逐。UAE，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团旗手是埃勒纳戈比，27名运动员参加军事5项、定向越野、跳伞、射击、田径等5个项目的比赛。厄瓜多尔。厄瓜多尔代表团旗手是射击运动员弗洛里斯，73名运动员将参加空军5项、军事5项、海军5项、射击、田径等13个项目的比赛。
Eritrea 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代表团三名运动员全部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 Spain 西班牙。西班牙代表团121名运动员参加拳击、空军五项、军事五项、海军五项、射击等17个项目比赛。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代表团28名运动员参加高尔夫、军事五项、定向越野、射击、摔跤等7个项目的比赛。United States 美国。美国代表团旗手是费金娜，182名运动员参加篮球、足球、田径、跳伞、铁人三项等14个项目的比赛。Finland 芬兰。芬兰代表团旗手是空军五项运动员罗森卢德，52名运动员参加空军五项、军事五项、定向越野等10个项目的比赛。France 法国。法国代表团旗手是普拉达里尔，296名运动员将参加羽毛球、军事五项、定向越野、铁人三项、跳伞等22个项目的比赛。Gabon 加蓬。加蓬代表团9名运动员参加拳击、击剑、柔道、跆拳道4个项目的角逐。希腊。希腊代表团旗手是柔道运动员伊利亚吉斯，48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参加篮球、足球、乒乓球、田径、摔跤等9个项目的比赛。几内亚。几内亚代表团16名运动员参赛，参加拳击、柔道、田径、摔跤等4个项目的比赛。圭亚那。圭亚那。圭亚那代表团5名运动员参加拳击、田径项目的比赛。匈牙利。匈牙利代表团旗手是田径运动员科瓦格，56名运动员参赛，参加射箭、击剑、定向越野、跳伞、射击等10个项目的角逐。India 印度。印度代表团54名运动员参加射箭、拳击、自行车、射击、体操等10个项目的比赛。印度的海德拉巴曾在2007年举办了第4届世界军人运动会。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旗手是跳伞运动员普尔纳马德维，
48名运动员参加射箭、击剑、跳伞、帆船、铁人三项等9个项目的角逐。Iran， 伊朗。伊朗代表团101名运动员参加军事5项、定向越野、跳伞、跆拳道、摔跤等14个项目的比赛。团31名运动员参加拳击、足球、射击等项目的比赛。Italy， 意大利。意大利代表团，意大利曾2次举办军运会。本届比赛，意大利代表团派出152名运动员，参加军事5项、现代5项、跳伞等15个项目的比赛。Jordan， 约旦。约旦代表团，旗手是杰阿弗雷，5名运动员参加柔道、跆拳道、田径项目比赛。Kazakhstan， 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代表团，66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高尔夫、军事5项、定向越野等10个项目的角逐。肯尼亚，肯尼亚，肯尼亚代表团，旗手是恩戴格瓦，27名运动员参加拳击、柔道、田径等5个项目的比赛。库威，科威特，科威特代表团，旗手是萨利姆，51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马术、跳伞、乒乓球、铁人3项等9个项目的角逐。莱索托，莱索托代表团3名运动员分别参加拳击、跆拳道和田径项目的比赛。Latvia， 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代表团36名运动员参加柔道、军事5项、跳伞、射击等10个项目的比赛。黎巴嫩，黎巴嫩代表团6名运动员参加击剑、柔道、游泳、田径4个项目的比赛。Lithuania， 立陶宛，立陶宛代表团56名运动员将参加空军5项、篮球、军事5项、定向越野、田径等11个项目的角逐。Luxembourg， 卢森堡，卢森堡代表团17名运动员参加射箭、羽毛球、游泳等9个项目的比赛。North Macedonia， 北马其顿，北马其顿代表团3名运动员全部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Morocco， 摩洛哥，摩洛哥代表团24名运动员参加拳击、跳伞、跆拳道、田径等4个项目的角逐。Monaco， 摩纳哥，摩纳哥代表团旗手是田径运动员钟坤廷，2名运动员全部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Mongolia， 蒙古国，
蒙古国代表团旗手是柔道运动员阿尔坦巴纳，68名运动员参加射箭、羽毛球、自行车、射击等9个项目的比赛。莫桑比克代表团旗手是诺昂，3名运动员参加拳击和田径项目的比赛。缅甸代表团旗手是柔道运动员左秋雷，44名运动员参加拳击、柔道、射击、田径等4个项目的比赛。纳米比亚代表团3名运动员参加田径项目的比赛。尼泊尔代表团47名运动员将参加羽毛球、击剑、射击、田径、摔跤等13个项目的角逐。尼日尔代表团3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田径项目的比赛。尼日利亚代表团12名运动员参加拳击、柔道、跆拳道、摔跤等项目的比赛。挪威代表团旗手是射击运动员维尔，29名运动员将参加空军5项、军事5项、射击等3个项目的比赛。阿曼代表团62名运动员将参加足球、射击、田径、沙滩排球、跳伞等5个项目的比赛。乌干达代表团5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高尔夫、田径3个项目的比赛。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旗手是肖基罗诺夫，54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马术、柔道、跆拳道、网球等6个项目的比赛。巴基斯坦代表团24名运动员将参加高尔夫、射击、排球3个项目的角逐。巴勒斯坦代表团9名运动员参加跳伞、射击、摔跤等3个项目比赛。荷兰代表团109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马术、军事5项、定向越野、田径等14个项目的比赛。代表团旗手是残疾人田径运动员科尔多瓦，17名运动员参加击剑、柔道、现代5项、跆拳道、摔跤等7个项目的角逐。
Poland. 波兰。波兰代表团，旗手是男子铁饼世界级名将马瓦霍夫斯基。他是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金牌得主。206名运动员参加射箭、羽毛球、海军五项、定向越野等17个项目的比赛。葡萄牙，葡萄牙代表团，旗手是射击运动员多斯桑托斯。9名运动员参加马术、定向越野、射击、游泳、田径等5个项目的比赛。卡塔尔代表团，旗手是柔道选手穆巴拉克。113名运动员参加篮球、足球、游泳、跳伞、乒乓球等15个项目的角逐。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朝鲜。朝鲜代表团156名运动员将参加军事五项、羽毛球等13个项目的比赛。Romania. 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代表团，旗手是女子击剑奥运冠军波佩斯库。罗马尼亚代表团由8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拳击、军事五项、定向越野、田径等11个项目的比赛。Russia， 俄罗斯。俄罗斯代表团，旗手是跳水传奇运动员萨乌丁。俄罗斯是军事体育传统强国，本届军运会俄罗斯共派出257名运动员参加定向越野、帆船等19个项目的比赛。卢旺达。卢旺达。卢旺达代表团，旗手是卢朗古瓦。11名运动员参加射击、跆拳道、田径、沙滩排球等4个项目的比赛。Senegal。 塞内加尔。塞内加尔代表团，旗手是游泳运动员迪奥。3名运动员分别参加柔道、游泳、田径3个项目的比赛。Serbia。塞尔维亚代表团，旗手是马拉松运动员米萨罗夫列维奇。45名运动员将角逐拳击、定向越野、跳伞、射击、铁人三项等10个项目的比赛。Slovakia。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旗手是女子链球运动员赫拉斯诺娃。他们共派出15名运动员参加自行车、跳伞、游泳、田径、摔跤等5个项目的比赛。Slovenia。 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代表团，旗手是射击传奇运动员德贝维茨。斯洛文尼亚代表团由34名运动员组成。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代表团，旗手是田径运动员巴尔巴兰达。73名运动员参加高尔夫、乒乓球、跆拳道、田径、摔跤等13个项目的比赛。Sweden。 瑞典。瑞典代表团，82名运动员将参加空军五项、海军五项、军事五项、定向越野、射击等9个项目的角逐。Switzerland。 瑞士。
瑞士代表团78名运动员参加羽毛球、击剑、定向越野、跳伞、游泳等12个项目的比赛。Swatini， 斯威士兰。斯威士兰代表团，旗手是定向越野运动员凯博斯。斯威士兰代表团共有2名运动员组成。Syria， 叙利亚。叙利亚代表团，旗手是埃勒沙马克。27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马术、游泳、田径、摔跤5个项目的角逐。Tanzania， 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代表团，旗手是拳击运动员基敦卡。22名运动员参加拳击、田径、摔跤等3个项目的比赛。乍得，乍得代表团11名运动员参加拳击和田径项目的比赛。Czech Republic， 捷克。捷克代表团，旗手是军事5项运动员皮卡。27名运动员将角逐空军5项、柔道、军事5项、跳伞、射击等5个项目的比赛。Thailand， 泰国。泰国代表团55名运动员参加羽毛球、拳击、马术、跳伞、射击等6个项目的比赛。Togo，多哥代表团，他们的3名运动员将全部参加田径比赛。Tunisia，突尼斯。突尼斯代表团，旗手是拳击运动员沙杰塔米。20名运动员参加拳击、柔道、跆拳道、田径4个项目的角逐。Turkmenistan， 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旗手是摔跤运动员贝里耶夫。4名运动员将在柔道、摔跤等2个项目中参与角逐。土耳其，土耳其代表团，旗手是里约奥运会冠军摔跤运动员阿克古尔。20名运动员将参加射击、田径、摔跤等3个项目的比赛。Ukraine， 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团，87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参加射箭、军事5项、现代5项、田径、摔跤等10个项目的比赛。乌拉圭，乌拉圭代表团，20名运动员将参加马术、现代5项、定向越野、射击、游泳等7个项目的比赛。Venezuela，委内瑞拉。委内瑞拉代表团，98名选手将参加击剑、军事5项、定向越野、跳伞、排球等12个项目的角逐。
Vietnam. 越南。越南代表团32名运动员参加拳击、射击、田径、摔跤、体操等7个项目比赛。赞比亚代表团16名选手将参加拳击、柔道、田径等3个项目的角逐。津巴布韦代表团28名运动员参加拳击、高尔夫、田径等3个项目的比赛。China. 中国。东道主中国代表团入场。中国代表团旗手是现任八一男篮主教练、前国手王治郅。中国代表团由553人组成。其中包括406名运动员，是本届军运会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将参加除高尔夫以外的26个比赛项目，是本届军运会参加项目最多的代表团。在以往的6届军运会的比赛当中，中国代表团每一次都能够进入到奖牌榜的前3名。在上届韩国文庆军运会比赛当中，中国代表团共获得了包括32枚金牌在内的98枚奖牌。本届军运会中国代表团的406名运动员当中，有87名运动员有过军运会参赛经历，其中19名运动员曾经获得过单项世锦赛或世界杯的冠军。现在所有代表团的入场仪式代表都已经在场地内就位，马上进入开幕式的仪式环节。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flag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ports Council.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入场。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national flag and anth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女士们，先生们，请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Please stand for the flag and anthem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ports Council. 升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
奏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歌。Be seated. 请坐。Please welcome General Xu Qiliang, Chairma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e 7th Season Military World Games and Vic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欢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致辞。尊敬的习近平主席，尊敬的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皮奇里洛主席，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象征着和平、发展、友谊的军运圣火将在这里熊熊燃起。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谨代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向来自109个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各国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武汉军运会的国际奥委会、军体理事会、单项体育组织和各界友人表示衷心感谢。军运会为纪念和平、传递友谊而生，中国文化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军队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历来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与军运会的利益内在相通，高度契合。我们愿在共享友谊、共筑和平的主体引领下，与各国朋友携手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梦想，创造军人的荣耀，收获理解、信任和友谊，共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军体盛会。我们也盛邀各国朋友亲身感受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壮丽的高山大川、友善的亿万人民、新时代的蓬勃发展，播撒友谊的种子，留下难忘的记忆。预祝本届军运会圆满成功。Please welcome Colonel Avi Picciarillo,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ports Council. 欢迎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
赫尔维皮奇里洛上校致辞。Excellence Xi Jinping,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comité central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la Chine,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militaire centrale,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s ministres, secrétaires d'État, chefs d'État-major, autorité du sisme, de délégation 欢迎大家参加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Mesdames et messieurs, soyez tous les bienvenus aux 7e Jeux mondiaux militaires d'été du Conseil international du sport militaire. Je voudrais commencer ce discours par mes plus chaleureux. 首先，请允许我向中国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以最诚挚的感谢，衷心感谢你们在组织此次精彩非凡的军事体育盛会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展现出了巨大的热情。谢谢你中国，谢谢你武汉。Vous voir ici toutes et tous réunis à Wuhan. 今晚看到这么多人相聚武汉，汇聚在国际军体理事会的旗帜下，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自豪与希望。De joie, car vous incarnez. 充满喜悦，是因为你们完美展现了国际军事体育倡导并传承了七十余载的价值观。运动员和军人享有一致的人生价值观，那就是坚韧、勇气、团队精神和战友间的兄弟情谊，以及恪守承诺、精忠报国的精神。mais aussi le respect de l'éthique qui fonde l'engagement de tout militaire à servir son pays. De la fierté ensuite.Car ces jeux vont marquer l'histoire. 充满自豪，是因为本届军运会的规模、影响力和精彩程度，均可载入国际军体史册。能前所未有的动员起如此众多的国际军体成员国，足以体现出各成员国对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军事价值观的认同，以及一再具有的心愿。军运村堪称城市融合和关注环境问题的典范，同样也是福音后人的一份遗产。est un exemple d'intégration urbaine, de respect des enjeux environnementaux et de lieux de partage qui laissera un héritage aux futures générations. Enfin d'espoir dans ce monde incertain.充满希望，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我们共同向全人类传递了博爱、团结、宽容和友谊的信息。今晚在座各位都是世界各地的和平使者。在此我谨祝各位吉祥如意，衷心祝愿大家享受着充满喜悦、自豪和希望的时刻，祝大家身心愉悦，同时铭记国际军体理事会的口号：体育传友谊。universel et intemporel, l'amitié par le sport. 谢谢。Now a video message from Mr. Thomas Bach,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欢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先生视频致辞。
Mr.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our Excellency Xi Jinping. Dear President of CISM, Colonel Hervé Picciarillo. Dear athletes, as you gather in Wuhan for the 托马斯巴赫先生首先向现场的领导、嘉宾以及运动员致意。他说：“你们好，秉承共享友谊、同住和平的理念，我们为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相聚武汉，此举向全世界发出了重要信号。来自100多个国家最优秀的军人运动员，为了共同友谊、相互尊重而相聚于此。你们为展示体育所具有的引领世人与和平竞赛之伟力而树立了光辉典范。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olonel Hervé Picciarillo, 为此，我谨祝贺赫尔维·皮奇里洛上校领导下的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以及出色的中国东道主，让这一切梦想成真。本届盛会恰逢中国迎来非常特殊的时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此盛事，我谨向习近平主席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On this great event. In sport, 在体育运动当中，人人生而平等，无关种族、性别、文化背景或政治信仰。体育总在架桥填壑，永不增隔筑墙。本此精神，我预祝所有参赛运动员在本次世界军人运动会上取得最佳战绩。For these military World Summer Games, always give it your best. 祝你们在军运会上始终全力以赴。祝你们在追求卓越、相互尊重、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精神下不断拼搏。我期盼着你们争创佳绩，并祝愿在武汉这座伟大的城市举办的赛会圆满成功。Ladies and gentlemen, to take the oaths on behalf of all athletes, judges, and referees, Yuan Xinyue, Chinese volleyball player, and Wen Keming,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referee.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袁心月代表全体运动员，国际级篮球裁判温克明。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为了体育的荣光、军人的荣耀，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军运会，恪守体育道德，遵守赛会规则，尊重对手，公平竞争，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宣誓人袁心月。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我们将秉承体育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公平公正履行在本届军运会上的职责，尊重和遵守赛会各项规则。宣誓人温克明。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His Excellency Xi Jinpi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to open the games. 女士们、先生们，有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开幕。我宣布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
Please watch the promotion film of the 7th S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请观看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宣传片。散去，和平降临。1948年2月，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成立，它以体育传友谊为宗旨，致力于让各国军人在赛场而非战场相见。1978年，中国军队正式加入国际军体理事会，开始了追求和平、传递友谊的历程。1995年5月6日，国际军体理事会在北京宣布，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将在当年的秋天举行世界军人运动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美好的和平讯息。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995年，意大利罗马。参赛国93个，4017人。第二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999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参赛国82个，6734人。第三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03年，意大利卡塔尼亚，参赛国81个，3217人。第四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07年，印度海德拉巴，参赛国101个，4738人。第五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11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赛国109个，6100人。第六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15年，韩国文庆，参�赛国102个，7045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中国武汉，参赛国109个，9308人。Amicizia attraverso lo sport. In portoghese, amizade através do esporte. Friendship through sport. Friendship through sport. 中国武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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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Welcome to Wuhan. Wuhan is great. 中国武汉。享受和平最真实的表情，让我们用友谊的笑脸传递和平的心火。
Please enjoy the performance, Torch of Peace. 请欣赏开幕式文艺表演《和平的星火》。文艺表演开始，整个文艺表演分成上下两个篇章，上篇叫做《泱泱华夏，生生不息》。在上篇当中，我们将一路回溯悠远绵长的中华文明，以薪火相传为主线，串接起一个个关于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生生不息的华彩篇章。现在舞台上展现的这条大河，代表着黄河，代表着长江，代表着中华大地上所有奔腾不息的大江大河，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个节目叫做《文明之光》。
现在场内投射出了天、地、人、和四个甲骨文大字。由此进入下一个节目，和和之道。第二个节目《和和之道》精彩亮相。这个节目以近2000名手持盾牌的古代士兵为演出主体，配合《孙子兵法》《竹简》《司南》《太极图》《长城》等元素，展现出宏大的中国古代战争场面，体现了以战止战、追求和平的超凡智慧。
场地内，一柄巨大的宝剑融化开来，铸剑为犁，开启了下一个节目《江山如画》。这个节目展现的是古代中国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的场景。在这个节目当中，麦田、市集将依次展开，市井百姓、文人墨客将依次登场。
黄沙漫天。一名古代中国使者手持结杖，现在场内开始了下一个节目——丝绸之路的表演。一条巨大的丝绸从上空飘过，骆驼商队沿着沙漠前行。现在场地内展现出来的，就是古时候丝绸之路的景象。现在进入了上片的最后一个节目，星星之火。这个节目展示的是近现代历史上面对强敌，中华儿女奋起抗争，迎来最终胜利的奋斗场景。
黄河大合唱音乐声响起，场地内钢琴演奏者是演奏家郎朗。文艺表演进入下篇，陆陆相连，美美与共。下篇将展现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军队的风貌，展现新时代中国，新时代中国军队的伟大成就。现在场内表演的是下篇，陆陆相连，美美与共的第一个节目《和平之师》。1792名头戴蓝盔的中国军人列队入场，他们代表着参加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们。
现在场地内，在象征着和平之火的火炬的引导之下，各国少年汇聚在一起。这个节目叫做《新的天地》。现在场内开始一带一路节目的表演。中欧班列、复兴号高铁，这个节目展现了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给中国人民、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的幸福生活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一棵参天大树升起，这是一棵梦想之树，象征着我们共同的绿色家园。文艺表演进入尾声，马上开始的是火炬传递、点燃主火炬塔的环节。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atch the torch relay video of the 7th C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女士们、先生们，请观看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视频。2019年8月1日。江西南昌，东方第一缕阳光照进八一起义纪念馆，点燃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圣火。象征着和平荣光的军运会火炬传递，在八一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开启了创军人荣耀、助世界和平的传递征程。9月21日，国际和平日。到访43个国家，履行和谐使命的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迎来了军运会火炬。9月23日，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的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所在部队接过了军运会火炬。9月25日，军运会火炬传到欺负利比里亚执行维和运输任务的联勤保障部队某旅。10月16日，军运会火炬传递到武汉。自2015年5月21日正式成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承办城市以来，历经1600多个日夜的精心筹备，武汉即将迎来世界瞩目、激动人心的军运实践。此时此刻，我军优秀田径选手张文秀高擎着火炬跑进了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的现场。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welcome the torch of the 7th C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入场。Torchbearer is Wang Hao, Deputy Captain and Coach of the PLA Ba Yi Table Tennis Team.
He is a two-time Olympic gold medalist and three-time gold medalist of men's single at the World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第一棒火炬手王浩，八一乒乓球队副队长、教练员，曾两次获得奥运冠军，三次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Second torchbearer is Jin Yongde, deputy captain and coach of the PLA Bayi shooting team with 26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第二棒火炬手金永德，八一射击队副队长、教练员，曾获得26个世界冠军。The third torchbearer is Wang Tanglin, an athlete of the PLA Bayi Military Pentathlon Team and 10-time SISM Military Pentathlon Champion. 第三棒火炬手王唐林，八一军事五项队运动员，曾获得十次国际军品军事五项世锦赛冠军。The fourth torchbearer is Zhao Liu Yang, coach of the PLA Bayi life-saving team. She won the 200-meter butterfly gold medal and set a new Olympic record at the 2012 London Summer Olympics. 第四棒火炬手焦刘洋，八一水上救生队教练员，曾获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并打破奥运会纪录。Fifth torchbearer is Yang Jingjing, player of the PLA Bayi volleyball team, winner of the 2015 FIVB Volleyball Women's World Cup, and many-time Asian Women's Volleyball Champion. 第五棒火炬手杨俊京，八一排球队运动员，2015年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曾多次获得女排亚锦赛冠军。The sixth torchbearer is Wang Shuang. She is a footballer born in Wuhan, member of the Chinese Women's National Team, and AFC Women's Player of the Year in 2018. 第六棒火炬手王双，中国女子足球队武汉籍球员，2018年获得亚洲足球小姐称号。
court bearer is Liu Yudong, captain and senior coach of the PLA Baiyi basketball team and flag bearer of the Chinese sports delegation in two Olympic Games. 第七棒火炬手刘玉栋，八一篮球队队长，高级教练，两次担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旗手。刘玉栋手持火炬，沿着台阶向主火炬塔跑去。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军运会圣火即将点燃。主火炬塔点燃，军运会的圣火熊熊燃起。马上开始的是本届军运会主题歌的演唱。主题歌《和平的心火》由成龙、雷佳、王力宏和谭维维共同演唱。和平中救出爱，所有红的蓝的旗帜，命运与梦的期盼。
弟，携手同行，四海皆是兄弟。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end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7th SISM Military World Games. Good night. 女士们、先生们，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晚安。开幕式结束，在接下来的九天当中，本届军运会各项比赛将全面展开。观众朋友们，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再见。